你去尝试它的叶子有苦涩味的话，你可以放心的拿来水煮来喝。记住哦，不要太紧张，把整棵树都拔掉哦，要你找个草药，最好的话你去尝试它的叶子有苦涩味的话，你可以放心的拿来水煮来喝。记住，可能生一堆的这个草药就是老天爷放在你家门前来帮助你度过难关的这种草药。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无论什么病毒的话，它都会怕有苦涩味，所以你找的草药最好的话，你去尝试它的叶子有苦涩味的话，你可以放心的拿来水煮来喝。记住哦，不要太紧张，把整棵树都拔掉哦，要留着这棵树的性命。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有传染病期间，千万千万不要去吃肉，因为你一旦吃了肉，传染病就会更高兴，你给它食物吃来加强，来战胜你身体的免疫力。